03美甲店老板经济独立乐观 VLOG。 今日份开场白八点多开门营业，窗帘拉开迎接阳光，再来伸个小懒腰，腰酸背痛，最近忙碌，出来拿上我的充电器还有口罩，做好防护，又来见识小蛋糕，哈哈，还有雪媚娘，吃货一枚奥利给小姐妹来做美甲，喝的饮料空瓶瓶扔掉，打包神仙水，把架子上的也都发走，等下批货到再给代理发嘻嘻。嗨，兄弟们，我又来吐槽一件事情。今天中午我和 H 哥不是就是我们俩去发快递嘛，然后发完快递，我们俩想的就是买点饼吃，然后买完饼我们就回店里面来。然后到了店里面呢 ，S 哥说他想喝饮料，然后我就去给他买嘛。买完之后他就开着车走了。走了之后，我到了店里面，我才发现我的车钥匙，我店里上的车钥匙在他车里面。然后我想着去拿快递，然后当我坐上车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的钥匙拿在他的车里面。本来还想给你们录个沉浸式拆快递，就放在下期吧。现在只能等 H 哥一会儿来给我送快递，然后顺便把那个车钥匙拿来，不然我晚上就没办法回家了，太难了。今天就不更新教程了，来更新一个顾客故事。谢谢杨老师，谢谢你的时光，谢谢你的暖暖。的风景看 H 哥慢悠悠的过来了，我视频都编辑完了，他才送来，只能下期了。门也好脏，明天大扫除，他又在说我呀呀呀。